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威尼科特。威尼科特是英国的重要的竞争分析客体关系理论家，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英国竞争分析协会里面分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小的学派，一个呢是安娜弗洛伊德为首的所谓的自我心理学学派，还有一个呢就是克莱因为首的客体关系理论的学派，他们之间曾经有非常大的冲突。他们最主要的冲突的观点就是在儿童的精神分析过程中间应该怎么做。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呢就是因为儿童的自我功能很弱，所以在给儿童做精神分析治疗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教育引导的味道。而克莱因的观点恰好相反，他认为儿童的自我功能不仅不弱，甚至比成人要更加强大，所以呢给成人是怎么样做精神分析的就怎么样给孩子做。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啊。克莱因还曾经说过，对于儿童精神分析师来说，在儿童的身上发现巨大的自我功能和领悟力，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甚至是喜悦的事情。他们之间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威尼科特他是克莱因的学生，但是他不愿意参加这两派的冲突中间，所以呢他和另外一些人就弄出了所谓的中间学派或者是独立学派，也就是说既不赞成克莱因也不赞成安娜弗洛伊德。威尼科特曾经做过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然后我们所熟知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实际上不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版的，而是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版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曾经要求英国精神分析协会把这本杂志的主办权交给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但是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一直都没有同意。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安娜弗洛伊德阵容和克莱因阵容他们之间的冲突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在英国跟德国的战争中间，德国飞机每天去轰炸伦敦，有一次英国精神分析协会正在开会，两派又发生了冲突，这个时候防空警报响了，威尼科特在台上作为主席拍了拍桌子说敌人的飞机来轰炸了，我们需要到防空洞里面去，但是没有人理他。所以精神分析的历史学家评论说，发生在英国精神分析内部的这场战争比外面的世界大战还要重要。在二战期间，威尼科特被政府指派去儿童避难所工作，这一工作呢就是很多年。有人对威尼科特这段时间的工作量做过统计，发现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直接帮助了64000对母婴，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庞大。威尼科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那段时间我甚至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大战在发生，我的满脑子都在想着母亲跟孩子。而且我们相信因为威尼科特这一段时间的卓越的工作，导致了在战争结束之后两代的婴儿受到了非常好的心灵的护理，这个对重建这个国家当然是有不可估量的好的影响。威尼科特有一句名言，他说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没有婴儿这种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婴儿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
你如果看见一个婴儿，你就一定会同时看到他的妈妈，这个也说明了母婴关系对孩子的成长的重要的影响。温尼科特40年时间都在英国的一家儿童医院工作，这个真的是想起来让人觉得英国的孩子太幸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身体得了疾病之后，还可以受到有温尼科特这样的好的心理治疗师的关怀。从传承来说，温尼科特是克莱因的学生，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点微妙。克莱因让三个孩子都接受精神分析的分析，其中一个孩子呢，就是接受的温尼科特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关系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乱。温尼科特写了很多的书，大陆只有一本书的翻译的版本。我想起来好像台湾的著名的精神分析师王浩威，他在那边主持出版了很多的温尼科特的书，所以大家如果要找温尼科特的作品，最好是去大陆之外买台湾版本的书籍。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当时刚刚出现的电视做了很多的关于心理学科普的演讲，特别是关于如何培养一个健康的人格的孩子的演讲。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有点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李子勋啊、杨凤池啊、赵薇啊，他们利用电视所做的很多的科普的工作。当然，对刚才我说的这些心理专家们做的科普的工作，有一些好的或者是不好的评论。我的态度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们为公众所做的这些心理学的普及工作，4个字就说完了，就是功德无量。如果有谁说他们做的不好，实际上你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的决定，就是你去做试试看。我想这个工作就是把专业知识跟现代的媒体结合的工作，没有人能做得完美。他们这样做本身实际上就已经让很多的人，就像维尼科特说的一样的，让很多人具有利用我们的能力，而这个利用呢，有时候不仅仅只是健康，有时候真的是可以达到拯救生命的这个级别。比如说，在中国每年有20万人成功的自杀，如果他们通过媒体的这样一些宣传，直到在他们要决绝的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去找一个人帮助他的话，我相信这个可以避免很多的人生的和家庭的悲剧。另外，温尼科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发明了一些看起来不像是专业术语的专业术语，这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特点。我们看看精神分析的老祖宗弗洛伊德，他发明的一些词汇，一般人看起来都会觉得有点排斥甚至恶心的感觉，比如，肛门期、生殖器期、阉割焦虑等等等等。但是在温尼科特的术语体系里面，所有的词都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你一看到就知道他大概是说的什么意思。温尼科特有非常独特的视角，因为他关注的不再是母亲或者孩子他们单个的人的状态，他关注的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是怎么样促进或者是阻碍孩子的发展的。这个角度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角度，同时呢，这个观察的角度
也是后来的在美国兴起的自体心理学派的思想的先驱，他们之间是有很明显的传承的关系的。也就是说，自体心理学虽然是科胡特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是他的思想的源泉是来自英国的威尼科特。那么我们下面就看看威尼科特对精神分析贡献了哪些不像是专业术语的术语。不过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呢，还是有点像专业术语啊，就是所谓的假性自体和真性自体。假性自体有点像是包裹在一个人的真性自体外面的一个壳，这个壳的来源就是在这个人早年的生活环境中间有很多的威胁，他需要建立一套保护的系统，让真性自体不要受到外面的风吹雨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假性自体和真性自体的比例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在非常复杂的中国的家庭的人际关系中间，一个小孩要活下去的话，他真的要变得八面玲珑。因为在家庭的人际冲突中间，所有的人都可能想让孩子站在自己这边，所以这个孩子需要学会见风使舵，以使自己在这种关系里面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外面可能有一层很厚的壳，这个壳是由各种各样的防御组成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在欧美大陆中国家庭里面成长的那些孩子，他们外面就没有那么厚的壳。也就是说，在我们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人际间的傻傻的那种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我看到这样一个孩子，我会本能的联想，这个孩子一定是在外界的威胁不是在严重的情况下长大的。但是呢，我刚才说的有点傻傻的那感觉，并不是他们智力上真是傻，而是因为他存活的环境如此安全，以至于他不需要让自己变得那么聪明。真性自体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非常早年的时候，母亲如果能够非常细腻地感受孩子的感受，并且能够给孩子提供及时的需要的话，孩子的真性自体就可以成长得很好。但是如果母亲是一个非常忽略婴儿的人，或者说自己处在产后抑郁症的状态中间，他没有能力去触及并且满足婴儿的细腻的幻想的话，这个孩子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心理上的自体，那么他的人格就可能是一种破碎的状态。有一次我跟一个母亲有一段辩论，这个母亲是带着她25岁的儿子到这儿来的。这个母亲觉得以她一生的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她应该还有很多可以教会她儿子的东西，但是她儿子呢坚决拒绝母亲给自己灌输她的思想或者是行动的理念，结果就弄得母亲跟儿子的关系非常的不好。然后我就跟这个妈妈单独的对话，我说我看得出来你非常爱你的儿子，她说是的。然后我又说，实际上母亲在跟孩子的关系中间，除了意识层面能够觉察的爱之外，潜意识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对孩子的恨，你能觉察到这个部分吗？然后这个妈妈非常的生气，用了非常高的情绪以及很多激烈的语言攻击我。她说，你这是什么专家，你竟然说母亲会恨孩子，
你这句话说出去，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会不同意，都会跟你辩论。然后在来自他的压力太大了之后呢，我就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温尼科特说的。温尼科特认为，所有的正常的母亲都会恨他的婴儿。原因呢，温尼科特写了17条，大家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我们大概挑几条来说一下啊。第一，婴儿生下来之后，不是这个母亲设想的那个样子。有很多母亲跟我说，她第一次看到她的孩子的时候，简直觉得有点讨厌她的孩子，跟她想象的生出来的一个圣洁的、灵动的婴儿的那个状态，完全的不一样。比如皮肤上有皱褶啊。然后眼睛睁不开呀，小手小脚小到了，你简直不相信那是手和脚的那种程度。甚至有好多母亲会在开始的几个小时里面，对婴儿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只是经过了几个小时而已，这个妈妈就可以对婴儿有铺天盖地的爱。这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第二，每一个小女孩在童年的时候都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她是某一个小布娃娃或者其他的什么样的小动物的妈妈。但是这一次呢，当她真的生了一个活的婴儿出来的时候，这个跟她想象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这个是会构成她对这个婴儿的排斥。所有的女孩都曾经幻想跟爸爸结婚，或者是跟自己的兄弟结婚。我再说一下，这只不过是幻想而已。不过有时候这个幻想也可能被意识到，并且被表达出来。但是在这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婴儿的妈妈的时候，她能够想得到她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在潜意识里面啊，就是不是他小时候幻想的跟父亲或者跟兄弟生出来的那个孩子。不过再声明一下，也许有人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一般来说会禁忌的话题，就是关于乱伦。我们现在是做的专业的课程，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直面。人性中这些非常深刻的，或者是非常阴暗的这样一些东西，一点都不夸张的说，在这样一个光天化日的世界里面，你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你能够听到很多的不仅仅是想象上面的，而是实际层面发生的关于乱伦的事情。这些人，我相信他们是属于最需要我们帮助的那一些人。一个刚刚做了妈妈的女人，她也清楚的知道，她的婴儿不是被神奇的制造出来的。比如说，做了一个跟自己白马王子在一起的梦，然后就怀了孕，或者是喝了女儿国的。水，然后就怀了孕，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每一个女孩在小的时候都曾经幻想，通过一种什么样的神奇而浪漫的事情，就可以生出一个孩子出来。还有就是，婴儿会对妈妈的个人生活有很大的干扰。有一个女性朋友告诉我说。在她生孩子之前，她有很丰富的业余生活、夜生活，但是自从她有了孩子之后，她就放弃了所有的这些爱好和生活习惯。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当然呢，很多的母亲对这种牺牲是无怨无悔，这是意识层面的。但是
精神分析是一门关于潜意识的学问，我们需要告诉这样的母亲，或者说这样的母亲在对自己的潜意识有更多觉察之后，告诉自己，我们实际上对孩子内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满的。中间插一下，有人可能要问，你们这些心理学家是不是有点无聊？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母亲对孩子的恨，好像有一点挑拨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你们这样做居心何在？我非常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的确是有一点要挑拨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而这种挑拨的结果就是能够让孩子继续健康的成长。如果一个母亲她只能够觉察到对孩子的爱，而不能够觉察到她对孩子的抱怨和恨的话，她就可能会把这个孩子吞噬，然后这个孩子以后真的可能会得严重的人格障碍，甚至是精神分裂症。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假如一个母亲觉得自己100%的只爱孩子，她就会为自己在孩子面前肆意妄为，为所欲为，想怎么样干就怎么样干，找了这样一个借口，然后他真的是这样会这样干。我们临床中间看到实在是太多的案例，一个母亲在她孩子面前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她的孩子就绝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因为这不可能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孩子没有基本的这个呼吸的这个空间。有好多妈妈甚至没有问过自己的孩子，妈妈应该怎么做才是好妈妈。有一次有一个女性，她听了我的课之后回去就问她21岁的女儿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样才是一个好妈妈？这个女儿想都没想说，你少管我一点，你就是一个更好的妈妈了。少管一点的意思就是，你如果带着一点点对我的排斥和恨的话，那么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更远，而我就更有可能做我自己。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这个人自己，而不是在别人过近的距离的逼迫下那活着。精神分析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当然不是温尼科特说的，他说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间如果对孩子有一点恨的话，并且能够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相当于对孩子的成长给了 a gender push， 就是温柔的一推，这一推呢就可以制造真正的健康的人格。再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我们让一个母亲能够觉察到她对孩子的恨，是让她和孩子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而这个恰当的距离呢，可以让孩子的人格变得更加的健康和独立。有人可能就要问，那母亲对孩子的恨导致这个距离，或者说导致她跟孩子的关系中间的空白，谁来填补呢？这也有标准答案，就是老天会照顾这个孩子的。也就是说，老天在孩子在每一个人内心里面设置的自然的成长的力量会在这个时候起作用，而自然的力量比所有的其他力量都要强大。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在中国绘画里面留白的这样一个技术，一张白纸你如果在上面全部都画满了线条和图案的话，这个画一看就会显得俗气，或者是给人紧张的这种感觉。所以有很多高明的画家，他真的是可以在一张白纸上面随意的勾勒出非常清淡的一些线条或者是颜色，就
能够表现他内心的丰富的情感的体验。所以留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跟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间要注意的这样一个东西。我又想到我曾经跟在中国排名第一的一个画家谈论他的画，我跟他说，一个好的画家与其说是知道在一张纸的上面什么地方该画什么，倒不如说他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都不画，就是留白，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如果把这句话转到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中间，就是一个好的妈妈与其说是知道怎么样跟孩子打交道，倒不如说她知道应该不对孩子做什么。铺天盖地的书都在说父母应该对孩子怎么样，有好多东西真的写得非常细腻了，但是我们以后也许要出一本书，就是我们在对孩子有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接着说，所有的母亲，正常的母亲获得会都会感觉到她生孩子不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愿，而是来自她自己的妈妈的压力，就是外婆会说你现在应该有自己的孩子了。在中国呢，这个情况更加特殊一点，在中国有好多女性生孩子都是为了替丈夫的家族传宗接代，这个当然也会积累出一些对孩子的怨气。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婴儿会咬妈妈的乳头，这个跟他是不是恨妈妈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不过刚才这个话也需要纠正一下，就是婴儿也的确是可能恨妈妈，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想到我要活下去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妈妈的乳汁的时候，这会让他的自恋受挫，所以他可能会恨自己没有自己滋养自己的能力，所以就咬妈妈的乳头，这个会让妈妈觉得很痛，然后会有一些怨气，就是我对你这么好，我把身体的营养都给你，但是你竟然还伤害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婴儿对妈妈的态度可能会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不要你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或者是眼睛盯着别处，但是在要你的时候呢，你又必须立即出现在我的面前并且满足我的需要，这个也会让妈妈有很不好的被使用的感觉。当然呢，还有一个原因，也许大家会听着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在人际关系中间，如果我们总是只给予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的话，我们在潜意识里面肯定会有一些怨气的，就是妈妈为婴儿做了那么多，但是婴儿没有回报妈妈什么东西，比如说给妈妈付工资。还有大家如果看过最近德国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屌丝女郎》，里面的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妈妈在跟一个婴儿换尿布的时候没有办法遏制自己对他的孩子的大便的厌恶，反复的做出恶心的那种感觉。我们作为观众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会心里想，这个妈妈不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好妈妈意味着孩子的排泄物都需要去爱而不可以有恶心的那种感觉。这个电视里面最后这个屌丝女男妈妈怎么样处理给她的孩子换尿布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个孩子放在抽油烟机下面，
给孩子换尿布，这样子那些气味就直接被抽走了，然后他可以处在一个相对的清爽的这个状态中间。那当然呢，屌丝女郎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角色，很多的妈妈可能会自己跟自己说，我如果还爱孩子的话，就也应该爱他的发出糟糕的味道的排泄物，因为这是一个好妈妈的标准，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和爱。但是如果妈妈这样做了，对孩子的反感的这样一些情绪就会被压到潜意识里面，然后他会以各种各样的变形的方式冒出来，比如说开始对孩子过度的控制，这个就可能导致孩子以后人格方面出现问题，甚至会导致精神病。还有婴儿或者是再大一点的小孩啊，可能会表现出对妈妈的理想化的幻灭，就是妈妈你也不过就是如此，有好多事情呢你也搞不定。还有婴儿也不知道妈妈为他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而且婴儿有时候也会拒绝妈妈的亲近。我记得我有一个女同学告诉我说，她的几岁的孩儿子已经不让她跟她过于的亲近了，所以在这个妈妈想亲她的儿子的时候，必须要等到儿子睡着以后，如果他清醒的时候，他不允许妈妈离他太近，这个可能也会导致妈妈潜意识里面和意识层面的很多的怨气。